好，弟弟要来开箱这个金门贡糖了啊！这个是邻居去金门玩买回来的欧米亚给啊，就是伴手礼，好吧，打开来吃吧。打开了，不过我们打得好丑啊！哇，它里面怎么那么多？有可能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它有哪些口味。这是什么口味？哎呀，我对不了焦。这是桂花贡糖，然后看一下其他的，这个嘞，猪脚贡糖，天哪，这是什么？猪脚贡糖，这个嘞，哎呀哎呀哎呀，黑芝麻贡糖，这个应该比较正常。猪脚贡糖我就觉得怪怪的了，这个嘞，花生酥贡糖，等我一下，看一下有哪些口味的，这个是，哎呀，掉下来了，哎呀哎呀，这个是。咸花生酥贡糖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快没有了。红色的，红色的是传统原味贡糖。你要吃哪个？这个。那个，你那个是什么？桂花贡糖，你确定哦？确定哦，桂花贡糖哦。打开给你吃哦，桂花贡糖。好了，给你吃花生了。花生比较正常，比较不会，你不敢吃。哦，贡糖的这个样子哦，一块糖，还整块都糖哎，好甜哦。好甜哦，好甜是不是？因为它叫贡糖啊，贡糖的话整块都是糖哦，知道吗？那你觉得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哦，好好吃就好。OK，这个就是金门贡糖，好，开箱完了。